行吗？啊，哈哈哈哈，反串这个词啊。亚洲偶像演艺康丽大奖荣誉获得者胡可沙溢。2009年的电视剧《闯荡》，让胡可沙溢在现实生活中变成了相敬如宾的演艺伉俪，他们相互扶持，共同努力，成就了演艺圈的一段佳话。恭喜胡可沙溢。你看人家多恩爱。对啊，谢谢安徽卫视，谢谢志伟哥，谢谢丹妹，特别高兴在这个七夕的日子能拿到这个奖。然后呢，也特别谢谢在我旁边的这位姓沙的先生，谢谢您在您那众多的偶像当中把我给摘了出来，我们俩会好好过日子，谢谢。没问题。今天你还有要说的呀？没有，今天确实很开心。我觉得在我们这个晚会当中，有那么多的奖项，其实我能拿到这个奖项是我最梦寐以求的。我觉得事业再好也不如做一个好老公好。好感动啊，感动，谢谢两位，谢谢，恭喜。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七夕，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所以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请出三对电视荧幕当中的情侣，以及这生活中的真实的情侣，一起用甜蜜的歌声来分享所有的美好心情跟所有的祝愿。来，有请他们。有请你。
谢谢。继续，我们要揭晓亚洲偶像最具号召力的制作人。然后马上要请出我们揭晓的嘉宾，他就是《王太子秘史》里面的荧幕情侣马景涛、戴娇倩，有请两位。有请。今天马景涛好幸福哦。太幸福了。大家好，我是戴娇倩。大家好，我是马景涛。我跟小马哥是快十年之前的合作，刚才跟你算了一下，你见证了四代女演员的成长，你是怎么想的？我记得我的荧幕初吻好像也是给了你啊。我真的很开心今天来参加安徽卫视这个盛会，让我能够和这么多当年和我一起合作的这么优秀的女演员一起在台上颁奖领奖，欢度这个美妙时光。在这里我只想送给大家一个幸福的咆哮，我爱你们。我们现在颁奖好吗？我们先从我们来看一下，亚洲偶像最具号召力的明星制作人是谁呢？请看大屏幕。他是无数少女眼中高富帅的完美样本，是各大名导心中不人的华丽转身，亚洲偶像最具号召力明星制作人何润东。从奶油小生到柔情铁汉，宽泛的戏路处处蕴藏着他细腻独到的演绎。这位荧屏上的偶像型垃圾，2011自立门户，全新起航，亚洲偶像最具号召力明星制作人任泉。恭喜 Peter 和任东，恭喜任泉。无论是做演员还是做老板，任泉总能给我们带来惊喜。亚洲偶像最具号召力明星制作人任泉又在酝酿着什么惊喜呢？泡沫之下是一部没有泡沫的优秀之作，何润东在背后付出的辛苦得到了最好的回报，恭喜何润东。所有的东西，恭喜你们！恭喜两位，也期待各位新的大作。我相信此时此刻很多的粉丝也特别想对今天的能够让我们有这样一个盛典的所有的努力的人说一声感谢。在这边我们也感谢乐风网、腾讯微博、腾讯视频、腾讯娱乐对本次盛典的大力支持。美女，你有没有发现好久没有见到王博了？我都想念他了，久的。我觉得我在这儿站太久了。他说他要跟我们表演了。哦，对，他是影帝，是著名主持人，还有一个表演嘉宾哈。对呀、啊，那个是李斯丹影，英雄救美啊。哟。怪不得不在我身边了。好来，请欣赏由黄渤、姜映蓉、李斯丹妮带给大家的《英雄美人》，有请。你这么美，你
你好，嘿，什么话？没有礼貌。这是，我真的要叫你王大哥，因为你让我知道，原来呢，我真的不能够在荧幕上唱歌，只能当个主持就算了。原来在屏幕里面一张丑脸在唱歌是很难过的。刚刚你启发了我。是吗？对对对，其实也是，我们是互相鼓励。我小的时候也没想干这行，后来一想，曾志伟都可以拿影帝，我凭什么不行？所以终于你来了噻。对，所以说偶像对于我们的影响是很巨大的。哎，从小喜欢郑少秋的，长大了以后变成了 F 四。对，从小喜欢曾志伟的，长大了以后就变成了我。王博，哎呀，真的。那么接下来颁发了就是我们的这个亚洲偶像最佳新人。我们要有请永远美女的萧翔，对，还有永远的偶像贺峻翔。贺峻翔，哎，有请两位。大家好，我是萧翔。大家好，我是贺峻翔。觉得到新人奖就是运气很好，然后就代表你进演艺圈之后，哎，就是路途会很顺遂这样，而且势头很旺。对，好，我们来颁奖吧。亚洲偶像最佳新人，得亚洲最佳新人的甘婷婷、罗晋，恭喜。甘婷婷在《藏心术》中，凭借了表面冷漠、内心细腻的周雨琦一角，夺人眼球。恭喜甘婷婷。勤政爱民却又孤苦无奈的汉惠帝罗晋，在《美人心计》中成功地塑造了刘盈这一角色，恭喜二位。高兴能够拿到这个奖，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激励，我会更加的努力，
希望我今后的表演会给每一次都会给观众带来耳目一新全新的感受。谢谢，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安徽卫视能够给我这样一个新人奖，让我感觉我心里能踏实了，是我可以开始我真正的演艺生涯了。妈妈从小跟我说，让我少说话多做事儿，我会用我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多拍好戏，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谢谢所有支持我的人，谢谢你们，谢谢。接下来颁发的是亚洲偶像网络人气艺人姚笛、杜淳，恭喜。《红楼梦》中人走出的宝钗，塑造起新一代王熙凤，以及裸婚时代中的小媳妇佟佳倩，同样令人叫绝。恭喜姚笛。杜淳以她俊朗的外形、独具风格的演技，笑傲亚洲荧屏。谢谢大家，谢谢亚洲偶像盛典，我会继续努力，谢谢。谢谢主办方，谢谢一直支持我的朋友们，我不太会说话，还是继续努力的拍好我的戏，谢谢你们。非常好，恭喜两位。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为各位颁奖了。好，我们下面要颁发的是亚洲偶像最受欢迎海外演员和最受欢迎剧集的荣誉了，有请荣誉揭晓人，偶像剧人气女王陈乔恩和新锐偶像张翰，有请。欢迎两位。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翰。大家晚安，我是陈乔恩。那其实呢，在我身边所有了解我的朋友，还有对我就是比较懂我的这样的女主角，他们都知道我是一个不太擅长说话的人，所以今天呢，在这个环节我只说四个字。那你要说哪四个字？请看大屏幕。亚洲偶像最受欢迎海外演员入围的有李明顺、李准基、胖、戈壁虎柯丽、秋瓷炫。亚洲偶像最受欢迎海外演员戈壁虎柯丽、秋瓷炫还有胖，恭喜。丘比特的圈套中的普巴迪，发髻红中的维蒂卡拉贾达，以及回家的诱惑中的林品如，感谢来自泰国的棒，来自印度的戈壁虎柯丽，以及来自韩国的秋瓷炫，为中国的电视观众塑造出了三个精彩的荧屏形象。首先我安利卫视给我这拿奖，非常感谢安利卫视，然后谢谢中国给我演戏，给我机会演戏，非常谢谢。